黎胜人以门。西班牙嚟到呢一项赛事嘅重要关头啦，而家剩低八队啦，往后每一场波都越嚟越重要，压力亦都越嚟越大。当然，每一支想争冠军嘅球队啊，都要面对同样嘅压力啦。球场嘅气氛咧就好热闹噶啦，球迷嘅情绪都兴奋高涨，多少都反映出呢一场赛事嘅重要性啊！一个咁壮观嘅球场，真系好适合呢一场咁重要嘅比赛啊！开波，巴黎圣人，喂，把握机会啊！入波啦！入波啦！入波啦！今场波第一球。值得欣賞咧，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啦，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啊嘛！皇家馬德里相信係冇預計到會發生啲咁嘅事嘅，佢哋可以點樣做呢？耶！ Yeah, 有啲球迷都未坐定，已經入咗波啦喎！呢場波開得幾好啊！強奧斯，莫迪力個波甩咗出嚟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冇越位，卢卡斯华斯基斯，结果就系冇结果啦。回传翻俾龙门啦，皇家马德里试下揾下啲队友交下，拉莫斯。尼玛将个波分去边啊？卢卡文出界啊！比斯整脚直线横传，插水式球锤，哦，冇问题，入波好似食生菜咁，又入啊！呢一球波啊，直头易如反掌啦！喺正个龙门前面吓入紧，但后防咧有少少三心两意啦，即系唔知追个波好啊，定系追个人好？结果咪俾对手轻易入波咯。巴黎圣日耳门又稳阵咗多少啦？领先2-0啊！入到第二球咧，就你话晒事啦！你想继续进攻又得，你想慢慢守又得。卻奧斯、卢卡斯华斯基斯、唐正举旗表示系越位。休息時間，上半場就睇完啦，我哋告別先。今日呢場波對佢哋嚟講好似好易踢咁，會唔會真係咁容易就可以贏波咧？巴黎聖日耳門領先2-0，睇嚟幾順利啊！下半場開波啦！個波就過咗邊線。身形占优啊！基里安麦巴迪呢个攻势不效啊！基里安麦巴迪长传，卡文睇到好好，喺个位就好啦。世界外球啦！傳翻俾六門，踢埋上去。
试下压埋去啦。基利安麦巴比，喂射佢啦，又入一球啊！领先三球啦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巴黎圣日耳门唔放过咧，对手比失咗个波，一攞咗个波就即刻可以反击。巴黎圣日耳门遥遥领先三球，马高斯、洛兰定、卢卡斯、华斯基斯，威脚直线，解围成功，有机会打反击啦。嗱，场边已经系进行紧最后确认噶啦，下车好快咧就有球员调动噶啦。啊，唔系好明啦，点解而家先嚟换人？唔通真系谂住有奇迹咩？个波射啦！一脚送大礼俾对方都有嘅。唔系啊嘛，龙门口呢个波都唔入，唔好问我点解啊，问佢啊。巴里斯，迪马利亚，找到目标了，真是好波了。迪马利亚传个高波，佢好似趌下趌下咁噃。哇，唔好吓我喎，好似喐都唔喐下咁嘅。咦，睇落佢系仲踢到啊吓！皇家马德里喺呢一个时候做最后一次换人啦，睇嚟几好噶，不过可以再好啲。主场之利啦，佢哋啊先下赢啊，而家就领先住踢第二回合。喂 ，Kimman， 我对今日场波